是凡凡。嗯，在这个时间呢，就借官方这个平台给大家简单的表个白。来歪歪马上一年了，很多人说人跟人之间的相遇都是一种缘分，有的时候是因为一场咖啡，有的时候是因为一场电影或者是一顿晚餐，但是我们之间相遇就是在这个浩瀚的歪歪界。有人说在茫茫人海中能够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是一种幸运。其实蓦然回首自己在这一年走过的路，有很多幸福、开心和快乐，这都是我生命里面永远没有办法抹去的这些记忆。我希望在未来的每一天、每一个清晨、每一个傍晚都能看到你们的身影。有人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我希望不仅仅是今天在520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而是每一天、每一时、每一刻、每一秒，我都是爱你们的。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参加完今天所有的比赛，也祝我们每一个参赛的选手都能拿到好的成绩，自己满意的成绩。也希望大家支持的主播都能自己开心哈，大家玩得开心。